第四間文化中心的主席郭兆明博士。喂，大家好。我第二次嚟圓洲村嘅，剛才進入到嚟咧就睇到好多社會建設。咁啊，如果再有黃先生度開多一個辦事處咧，對一啲街坊一定有好大幫助。但我哋更加睇到咧，所有嘅資源咧，都係政府民政事務處咧，佢哋做咗好多工作嘅。咁如果一個社會唔係話一個人嘅力量做得到，咁我希望我鬱文卿咧就係話將佢哋民間嘅群眾同埋政府嘅關係咧，更加做得融洽。我哋中國人社會都希望以和為貴，和氣咧就生財。好多謝黃先生俾機會我哋每一個月咧就支持我哋嗰個獎一之約嘅活動。多謝大家。